把姑娘送回去。你们再拍戏吗？啊！这小孩演技真好啊！大哥，你这刀是真刀，这刀别对着我啊！赶紧放下，太危险了！大哥，你们这是拍什么戏呢？男女主是谁啊？能剧透吗？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，说。 你来王府究竟有何目的？这不至于吧？演个戏这么入戏，导演给你们多少钱啊？再不说实话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弱弱的问一句，这是哪儿啊？ 这里是大主最帅三王爷穆春生的府邸，放肆！谁让替王爷冥婚的？是，小的知错了。我怎么来到这里了？算了，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再说吧。 你就是刺客，刺客，没，我是听说这儿有长得好看的小哥哥，我就来了。一派胡！你要再不说实话，即刻押入大牢！哎，别！哎，看在你长得挺帅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。 是他派我来的。追！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找。 想想吗？啊！你可终于来了！你看我这黑眼圈，
我等了你三天三夜，你要按照桌上盒子里的要求去做。我们认识吗？嘘，让我睡一会儿。大妈，大妈，你还没说清楚呢，大妈。这里有四粒特效变身药，每吃一粒会变身成为不同身份的人。你有四次刺杀木春生的机会，失败则毒发身亡。不会吧，我刚过来怎么可能中毒呢？此次行动事关生死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是主人。为以防不测，吃了它。原来是这个身子原有的记忆。不是吧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听着，你若是乖乖出来，就免你受皮肉之苦。嗨，各位大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跑的倒是挺快。再快不也被你们抓住了？大哥，我真的只是路过，你就放我一马嘛。实在不行，我还有美色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啊，等等，我说，我这次真能说可以吧？今天我就给大家变个魔术。帅哥，小女子就此别过了，拜拜。快给我抓住他。是。人呢？怎么突然就消失了？睡得挺香啊，别吵我。你竟然敢打我。哎呀，美女，抱歉啊，我这手啊最近有点受凉了，不听使唤。给他。楚总管，也是咱们王爷府赫赫有名的后厨西施，一百两。一百两？我看是一百公斤还差不多。你说什么？我之所以这样，那是为了王爷的安全着想。啊，原来你是王爷的保镖啊！王爷有眼光。你，总管，这丫头嘴太笨。我们以后啊，一定多加管教。今日看在曹婆婆的面子上饶过你，下次再这样口无遮拦的，给你好看的。哼！这王爷的口味儿挺独特呀。哼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想想。
现在资深吃，试菜可是我的强项。婆婆，你别告诉我，你们就是让这条狗试菜？这大厨想要害王爷的人太多了，饮食上必须格外小心。 这条狗可别小瞧，任何有毒的食物，它都能分辨出来，不会吃一口的。这么厉害！而且除此之外，咱们西施会进行第二轮试菜。这菜没毛病，我一百两可是有分辨百毒之鼻、不亲之体，王爷宁可享用。 不好，有毒，速抓刺客！啊，且慢，这总管他是撑的晕倒了吧？你让我试试。你们看，这针啊没毒，王爷呢？ 可以尽情享用了。你是何人？我妹妹家的长女，是咱们后厨新来的，孩子初来乍到，您别介意啊。行吧，把饭菜给王爷送过去。是。这。 王爷，我们私下都查看过了，还是没有那名女子的踪迹。这世上竟然有人可以凭空消失？他的目标是我，就一定还会来的。最近要多留意府上可疑的人。是。哦，陆丞相已经到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 陆兄久等了。阿木，最近身体可好？还是老样子。陆兄，请。阿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能治好你的大夫。那就有劳陆兄了。 无需言谢，你过来给丞相倒酒。我是王爷。你放肆！
分知错，奴婢自小就有个毛病，一紧张手就容易哆嗦。那就找个人把你这双手剁了。来人！王爷，求您饶了奴婢吧！求您饶了奴婢吧！行了，阿木，息怒，赶快坐下吧，别为一个下人生气。坐。给我滚！谢王爷。你身体不适，不宜动气啊。让卢兄见笑了。来，卢兄，别为了一个丫鬟扰了我们的雅兴。请。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。这冷面王爷下手可真够狠的，让我去刺杀他，谈何容易啊！小小，王爷想吃夜宵，快给他送过去。啊？为什么让我去啊？还不是因为你惹王爷生气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没好果子吃啊！我不去。等等，真是天赐良机呀！王爷，粥熬好了。哇，这粥好香啊，是你熬的吗？嗯。王爷。你往粥里放了什么？王爷，别着急啊，我呢只是在这粥里加了一点点小料而已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刺杀你的人。找我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们按照那个人提供的线索查了过去，却没有任何发现。看来他们已经开始戒备了。王爷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再等等吧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是。啊，什么人？我是来给王爷送粥的。进来吧。进去吧。王爷，粥熬好了。赶紧把粥喝了吧，这粥啊凉了再喝对身体不好。
怎么是你？今日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特来请罪。王爷，奴婢不是随便的人。你在想什么？既然你想赔罪的话，那就把这粥喝了。王爷，这粥是给您熬的，我喝了不太好吧？本王赏你的，你确定不喝？王爷，怎么？是不想喝，还是不敢喝？王爷一番美意，奴婢不敢不喝。你这丫鬟还挺有意思的。以后就到本王身边服侍本王吧。是。下去吧。还好是心阳，要不然我这小命就没了。吃什么吃坏了肚子？哎，等等啊！我晚上就替王爷试过粥，难道是那粥？完了，那王爷……王爷没事，没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……哎呦！应该……王爷，王爷猜的果然没错，要不属下派人暗中解决了他。不急，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啊，是。怎么这么慢呢？哎呦喂，能不能快点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刘湘湘，你故意的吧？不是不是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每次遇到你都没好事，真是晦气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可以走人了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不是为呀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这个刘湘湘，可自从来到王府就处处欺压我呀，我这个总管干不下去了。一百斤啊！不，一百两。想想她是王爷心思的贴身丫头，我也管不住啊。哎呀，我的命怎
你们这又是怎么了？我们在王府这么多年了，王爷为何对他这个刚来几天的人如此优待？就是他怎么如此的好命？好了，你们要是要，就都给你们。还有顾世伟，你能不能跟王爷说一下，这种优待我可受不起啊！哎，别了，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王爷说去吧。行了，赶紧收拾，准备午膳吧。嗯，